家好，我是鬼哥。相信大家看到鬼哥的出现，都是在未来男友的探险影片里面才知道有鬼哥这号人物。上镜头的初衷呢，是因为想要借由我本身所学，提供敌人一些协助，才会借由他那边上镜头。本来是连上镜头都没有打算啊，只是想要从中协助而已啊，最后才会以蒙面的方式来出现。往后呢，鬼哥的频道的内容将会以国内外的宗教，还有西洋巫术的系统为主，为大家做介绍。西洋巫术在国外具有3000-4000年的历史，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，或者是你们有遭遇任何无法解释的问题啊，或者是有类似中邪的状况，都可以私讯鬼哥，然后鬼哥可以提供你们协助啊。希望大家能够借由鬼哥的了解，然后让大家了解到，是西洋巫术并不是像大家的刻板印象这么黑暗，其实西洋巫术也有好的一面。想要找鬼哥的话很简单，鬼哥有粉丝专页或者是赖群组，在我的社群里面都有连结，都有网址。那粉丝专页名字叫做台湾巫术互助协会，会在影片的下方有连结。如果你们有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，没有关系。